最好不要随便游玩陌生人上传的地图存档，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带着疑问正式进入今天的故事吧。本期故事发生的背景是这样的，玩家与自己的朋友小帅从网上下载了一张 MC 地图，这张 MC 地图的发布者是一个女生，两人加载进地图后，他们便出生在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他们的脚下有大量的灵魂沙。两人很快在另一侧还发现了一座小木屋，他们没有犹豫，迅速地赶了过去查看。进来后，屋内只有一些唱片机，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正当二人观察四周情况时，突然朋友小帅在对面发现了一座更大的建筑。两人来不及犹豫，迅速地想办法进入到那座大木屋内。这些木屋都建造在水上，而且这里的水面上有很多荷叶。玩家二人通过这些荷叶很快就来到了这座更大的木屋中，但是玩家二人从加载进这个地图开始到现在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他们总感觉这个地图有些怪异。二人随后开始检查住所内的情况，紧接着二人在屋外又发现了大量的物品箱，玩家打开后在里面发现了三块金锭。此时整个周围的环境异常的寂静的让玩家感觉心里毛毛的。不过二人通过对这里一番探索后总结出了一条结论，那就是这一切应该都是这个地图发布者在创造模式下建造出来的。因为如果是生存模式的话，建造这么多元素没有个十天半个月，一个人肯定是玩不成。渐渐的，世界内的天色也破晓了，两人继续对这里周围进行探索。很快玩家在前方的一片树林中发现了火把的亮光，玩家迅速地划着木船赶了过来。在这里的灵魂沙和树桩上插有大量的火把，玩家推测在此之前地图的作者应该来到过这儿。为什么呢？因为玩家发现了前方的一大片树都是悬空着的。可以肯定的是，地图的作者在此之前来到这儿撸了大量的木头。玩家和小帅不断地在地图中发现地图作者曾经走过的地方，由此联想到当时地图的作者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这种游玩别人存档的感觉让玩家感觉到还蛮有乐趣的。此时朋友小帅突然想起来，当时下载这张地图时，他好像看到地图发布者写了一条附加留言，上面写的内容好像是，如果游玩者能在自己的地图中找到自己嗝屁的地方，我将会为游玩者准备一个惊喜。也就是说，地图的发布者发出了一个挑战，他让游玩者在他的地图存档中找到他曾经嗝屁的地方，他就会为游玩者准备一个惊喜。小帅想到这儿，立马就和玩家说了这件事。玩家一听，那这更有意思了，这就好比我在我自己的地图中生存，然后我不小心被 MC 中的怪物 KO 掉，但我没有立即点击重生，而是立刻退出了游戏，并将此时的地图存档发布了出去，然后让屏幕前的大家来下载游玩，从而发布一个挑战，如果屏幕前的大家能在我的地图存档中找到我在哪嗝屁，我将会为你们准备一个惊喜。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看明白没有，总之玩家和小帅是搞明白了，两人觉得这个挑战特别有趣，于是他们两人开始寻找地图作者嗝屁的地方。玩家的直觉告诉自己，他认为自己和小帅当前所处的这片树林极大可能就是地图作者之前嗝屁的地方。随后他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坤坤的掉落物，这只坤坤看样子是刚刚嗝屁的，但是是什么东西解决掉了它呢？这附近也没有看到其他 MC 生物的身影啊，所以很大可能是地图的作者干的。因为截止目前这张地图存档的发布时间还不到5分钟，所以这些动物掉落物还没来得及刷新。很快新的夜晚再次降临，玩家二人返回了住所准备入睡，他们上到了2层进行探索。很快两人发现了一张绿色的木床，这肯定就是地图作者的。随后两人继续朝着上一层探索，他们已经来到了屋顶，玩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物品箱，打开后里面有一本笔记，上面写的内容是，井下有些东西不太对劲，我必须再次去检查一下。玩家看后一脸懵，这是地图作者写的留言吗？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内容？玩家随后让小帅也查看了一下上面的内容，小帅看后也一脸懵，两人完全没有看懂这是什么意思。两人并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井，笔记上提到的井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又会在哪儿？随后二人决定下到1层再去检查检查。令他们意外的是，随后小帅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些可以打开的火板门，打开后二人下来果然发现了一口井，这口井就隐藏在住所地板下面。玩家看到这口井后有一种很诡异的感觉。接下来的剧情请胆小的玩家速速离开，或者可以在胆大的玩家庇护下一起观看。正当玩家二人思索要不要下去查看时，突然周围开始响起了怪响，
这声音像是从旁边的这口井下传出来的。玩家本能地扔了一根火把进去，接着里面所呈现的一幕让二人都彻底慌了。我去，这是什么东西？井下很明显有一个身影，他正在攀爬井壁，迅速地朝上靠近。由于过于紧张和恐惧，玩家二人来不及查看那是什么东西，眼看着那个玩意儿已经从井口爬了出来，二人迅速地朝着住所跑去，随后便躲了起来。为了确保安全，玩家还将住所的门封锁了起来。这前后不到30秒钟的功夫，那个玩意儿就再次追了过来。此刻的他就在住所外。玩家二人站在住所内，通过窗户观察着他。他很显然是一个游泳健将，因为他能在没有水的地板上实现游泳自由，这不得不让我佩服呀。他似乎是在寻找进来的入口。玩家二人非常仔细地观察这个东西的一举一动。随即，一声清脆的开门声响起。看来这家伙会开门呢，还好玩家事先将住所的门封起来了。玩家看着屋外的这个东西，她应该是个女角色，暂且称她为小美吧。并且令玩家意外的是，小美似乎能看到自己。不是，她戴着个墨镜，而视野还这么好。玩家正思考间，突然小美就发出了一声尖叫，并扑向了玩家。我去，吓了玩家一个大跳。此时玩家眼泪都快从嘴角流出来了。接着小帅突然告诉玩家，小美不见了。玩家赶快跑过来查看，果然外面不见了她的身影。什么情况？她跑到哪儿去了？两人绕着屋子一圈寻找了一番，最后两人都将目光看向了眼前的这些火板门。下一秒，火板门便被打开，小美接着便游了上来。玩家和小帅迅速地朝着屋顶跑去。来了，老弟。上来后，玩家赶忙将入口封了起来，但他没有意料到的是，这根本阻挡不了小美。玩家二人站在屋顶上，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观察了一下四周的情况，确定一切安全后，玩家便再次走到了入口旁。下一秒，火板门再次被打开。来了，老弟。小美这次竟然不再游泳，而是直接站了起来。我去，这还真是离谱到家了呀。两人来不及犹豫，迅速地破开栅栏，逃离了这座木屋。好了，本期的故事到此还没完。二人随后来到了一处灵魂沙上，此刻周围非常寂静，小帅让玩家保持安静，不要发出声响。结果玩家下一秒回头，小美就一个飞扑朝着他飞了过来。故事到此结束。好了，小伙伴们，本期视频就到这儿。那啥，都看到这儿了，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的，哎，你们懂我意思吧？麻烦这次一定好吗？